天带你们去看马来西亚的幼儿园。这家新开张的幼儿园位于 KL Razak City， 里面还有个游乐场，小孩都会喜欢，各种各样好玩的角落，小小阅读区，大大的活动空间。幼儿园是从两岁开始，有全天制或是半天制。我们当时呢是700到800元一个单位，然后全天呢是1100到1500元。提供三语教学，还提倡用各种活动和游戏方式学习。除了注重孩子个人学习能力，还培养孩子学习兴趣和良好的生活习惯。这里6岁还有滑小预备班，让你小孩直接衔接小学课程。这里的 daycare 从6岁到17岁，小学的 daycare 包括辅导学校功课全科补习赛送冲凉吃午餐，全程1对1辅导。中学生的 daycare 每个月450，也有辅导功课，每科补习150。这里365天全年都有 daycare， 除了公共假期和农历新年一星期放假，父母可以很安心，有兴趣可以带孩子来看看喽，让孩子在爱中成长起来吧。